坐落玉郎东的重盛之家明天正式开幕，专门为失智症患者提供护理服务。这里的设施与专业失智症病房的级别相同，里头设有49个床位，20名工作人员都受过特殊培训。走廊尽头的模拟车站特别为有走失倾向以及想回家病患而设置，为了让患者保持活跃，志愿者每逢星期四会前来陪病患一起运动。